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董东海。今天有个朋友，他亲戚找我好几次了，也是电视机说看不了，让我下去看一下。修东西吧，哎，然后我这个电视机你帮我看看。那一个电视，我搞错了，我不是你调的，咱们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电视我来，那个老古董，我们改装机。我屋里。知道吗？院长。你想要啥？我想要啥就吃哈。你那门口的小菜，门口的板凳，我在哎，他那有个邻居。啊，有的有的。邻居。我搞错了，我以为看的是视频号。那谁？那谁？那谁？那二斤人，不是那那咱俩都一人看。我勒个天！你看那个鸡，你看那个。一会儿放就是。哦，我那个情况可能有板子东西。嗯。还有板子哇。有板子哇。就当当，就当当姐。哦，那就那给电脑，那个让座这一块。嗯。好。就说俺东家，你看看他们。我。那个电视就是我的老电视机，我都放不到，放不到我的电视。我的老电视四路的。不是，一几年？我把我家那个白用金好。不是，他可能是那意思，可能是个板子那个主板不行。那是大爷往后动的是吧？大爷，大爷是王大王。王大王。嗯，但是我看那个微信，我看到的。微信，我看到有微信，我还没有。
你那屋如果是放个系统能不能看呢？我放不了。放不了是吧？放不了系统，只能用时间给我看。哪个家在这不？啊？哪个家在这不？不是放啊。啊？放你哪个东西？你放上你东西。我俺都是刚回学校的，我睡觉就二十五就拉，二十五几。那我在那住个两个月嘞。哎，那高一点。Thank you.